Their protest is sparked by the death of this woman. 我自己做埋文宣，整埋 group 系火十八区，我自己一个人抬8000多份单，拎晒去全国嘅俾人一齐睇噶。浮是少女，十或是大家也说可以。喜爱跳水，游泳健将，怎可水里便是而警察却没怀疑，遗体已火化梦了，就算不想再用坚持，仍是有良知。Her name is Mahsa Amini, and she was just 22. She was arrested by the morality police in Tehran. 跟香港女儿陈燕林嘅命运相似，22岁嘅伊朗女儿因为戴头巾露出较多嘅头发，俾伊朗嘅道德警察活生生打死。但系有关当局涉嫌做一条假嘅 CCTV， 话 Mahsa Amini 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亡，但阿美尼嘅屋企人就话佢系冇心脏病史，而 CT scan 就照到佢嘅头骨系有破裂，身体系有好多嘅瘀伤。故此根据错位时空嘅理论 ，Mahsa Amini 就系伊朗版嘅陈燕林。伊朗当局9月13日拘捕阿美尼，指责佢未用头巾遮盖头发，3日之后宣布佢死亡。警方否认虐待阿美尼，称佢死于心脏病，但屋企人话佢并冇心脏病嘅病史。And there was evidence of a hemorrhage. 香港而家系好乱啦，系好多人都身处呢个境况之中。但你可唔可以生于斯，死于斯？你知都系香港，点解要咁样对我哋香港？The inscription on her gravestone reads that she's not dead. Her name will become a symbol and live forever. 香港人称呼 Christy 陈燕林为香港女儿，原因燕林年纪轻轻，只有15岁。喺2019年8/11嗰日，佢理直气壮要留喺尖沙咀现场，要揾在场嘅最高指挥官去理论。而喺运动初期，佢自制文书有指挥，印刷8000张单张送到全港18区。此外，喺佢人生最后一段嘅自拍片，佢话要生于斯，死于斯，提醒香港人要守护香港价值。故此，燕林虽然被人谋杀，变成裸体浮尸，而草草被火化，但系燕林嘅香港精神却永存在香港人嘅心里。同样，伊朗嘅 Mahsa Amini 比一般嘅伊朗年轻嘅女性更加勇敢，面对伊朗嘅严谨嘅头巾法，阿美尼戴 hijab 嘅时候，都系会戴得比较松，露出前额嘅头发。一个咁简单嘅装束。在不明白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法人的眼中，可能是不值一提，但阿美尼戴头巾这个 image 却是挑战着伊朗过去50多年极端原教旨主义捆锁伊朗人民的根基。故此在阿美尼的丧礼里面，他的墓志铭就好像 Christy 一样，说阿美尼并没有死亡，他的精神永远长存。陈燕林在自拍片记录他人生最后一句的说话，就叫做生于斯，死于斯。同样露出前额头发的阿美尼宽松戴头巾 hijab 的纤维，以两位香港人和伊朗人所痛爱的女儿的精神，是交错地在不同年代时间和地域空间互相辉映着。所谓错位时空， Christy 和 Mahsa 虽然有着同一个命运，都是涉嫌被两地的警察虐打致死，而事后两地的有关当局亦都是涉嫌造假，制造一些 CCTV 去掩饰二人的死亡真相。但是这两位女儿虽然是肉身死亡，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却是永远长存，是正在启发和带领两地的人民对独裁者的极权统治提出一个严正的质问，亦都被两地的人民勇敢地再走前一步，对抗独裁极权的管治。The protests were triggered by the custodial death of a 22-year-old Kurdish woman. Her name? Mahsa Amini. Her crime? Not wearing the hijab properly.
全赖你提示我，什么也会做紧。